海球杯今天进入第二天的赛程，许多台湾的单打选手都在今日出赛，而今日会场也来了两名神秘嘉宾，分别是歌手范玮琪以及高尔夫球后曾雅妮。很明显吧，很明显啊，可以看到他一下，没有啊，因为一下来就看到，看到了，还有打包，有啊，就笑笑，然后他就跟我挥手，很像。台湾第一次启用鹰眼的比赛，张凯珍对于鹰眼的感觉又是如何呢？我觉得很接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反正都最后一局了，那反正我还有两个 challenge， 我就想说，那我用一下，结果就很幸运的这个有压到。有一年对美国选手国际，首轮获胜，张凯珍下轮的对手将是遇到台湾选手谢淑薇，这也是两人连续两届海硕杯遭遇。连两届都碰淑薇，就觉得哦，就是很想打国外的，但是又打还要打自己国内的选手，对啊，但是还是平常心，就是尽力去发挥，不管我们谁赢，那当然对我们台湾都是对啊最好的。